皮卡丘站起来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皮卡兵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声音魔术师阿岑。正如大家所见的，两张宝可梦图鉴海报，好疗愈啊！哇，我找超久的，我现在买到之后呢，已经没了，绝版。我从一代151只。找到一二代，总共251只，期间呢还要找到300多只，最终我找到了这两幅，左边445只，右边646只。在此跟大家分享，哪一个卡通人物最喜欢吃粽子？答案是妙蛙种子。除了背颗粽子以外，它的叫声是粽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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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谁啊？山寨版哦。有一天，皮卡丘向杰尼龟借钱。皮卡丘说：皮卡皮卡皮卡皮皮卡丘。杰尼龟就回说：不要。等一下。杰尼龟的叫声应该是杰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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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懂了。哦，闪电鸟的叫声，它的国语发音是闪电喵喵喵，就是这样。皮卡丘，好讨厌的感觉。喵。哦，胖虎，哦不是胖丁。最后考大家听力测验，请听是哪一只宝可梦的叫声。答案是波克比。你们猜对了吗？小时候有听说，潮起会有潮落，国父砸拼了狮子才成功，可是我为什么还在原地停留？是不是一种逃避的借口？沮丧犯错，占据着生活，热血脉搏却蠢蠢欲动，张开双手就放手去冲。 I say one two three go， 大声唱着绝不回头，从今以后改变这不变的生活。一二三四，梦想如果正在抬头，再闯一次，我有热血坚持到最后。我和你打个勾，说好一起这一幕，好像在哪出现过，在街头大步走，走到十字路口，这一次梦想不能被没收。沮丧犯错，占据着生活，热血脉搏却蠢蠢欲动，张开双手就放手去冲。 I say one two three go， 大声唱着绝不回头，从今以后改变这不变的生活。一二三四，梦想如果真
持到最后。